大家好，我是帕哥，今天是8月12号，我们今天下午到的广东，现在已经天色已晚了，我们拿这个美食戒指点准备吃点东西，看一下广东的美食有什么好吃的，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今天吃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要走看一下了。对，这一排全部是吃的，吃什么？吃不到。这么多，太多了，不知道吃什么好了。吃米粉呗。吃米粉，广东没米粉吃哦。以为是我们那地方有米粉吃。走，随便找一家嘛。找个猪肘戒指搞，要个猪肘鸡，猪肘鸡搞清远鸡还是搞土鸡还是搞哪一个？这个可以帮你做个148的鱼，吃一只的是不是？这个是半个鱼塘鸡，但这个鱼塘鸡半只都有两三斤的，这个鱼塘鸡有5斤多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给了一个猪骨鸡，欢迎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南方苗是不是？嗯。还有一个鹅肠，给了3个菜，准备开吃了，饿了吧？饿了。快点，快点，给这个小妹妹。挂好了，叫姨夫。嗯，来，叫我，给个好东西给你。叫姨夫。鸭肠，要不要？叫我。叫上不叫我，我开始吃。来了，我们吃。让他吃到肠子。哇，口水了，太饿了，今天中午还没吃上呢。嗯。这广东的菜就是好吃，好爽啊！这尝个猪肚还行。你吃什么？给你加个猪肚。谢谢。我也尝一下这个猪，加个小的。啊，全是好大一盆。你吃不得。我吃不了。哇，这里面还有，这个是虫草。哇。虫草哇，以为是虫草。嗯，好香啊，这个鸡。多吃一点。嗯，太补了。你真的不错。这个炒了鹅肠，南瓜苗，整整一大包的鸡肉跟那个猪肚，这个叫猪肚鸡。看着挺爽的。好的。妹妹。我加个东西。第一次吃这个猪肚鸡，味道还不错，很好吃。好吃就多吃一点嘛。你还要弄点辣椒裹着吃啊。嗯。它这个鸡还是清远鸡来的，还很好吃，味道很正。哇，这个好东西！你还喜欢吃这个？这个脆啊，比较好吃。好爽的鸡汤，嗯，好脆，好爽，好香。要不要吃？我还没发现你有这个爱好。嗯。嗯，好爽。你这个汤很补的，你要多喝一点。你这么瘦。我喝了3碗汤，吃了4碗饭了，吃不下了，好饱了。这太饱，太饱了，肚子不舒服。我这个汤很好喝，哇，真的是太爽了！一直吃到这么好的这个猪肚鸡，太过瘾了，吃撑了我，差不多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好爽啊！大家好。嗯，还要来一碗。哇，这个汤看着真的很爽。不整条，不整条。
多少斤？166。哎呦，给你的啊！哎呀，我吃的走路走不动了，连着饭都完了。吃了七碗饭，吃了四碗饭还是四碗饭？哎呦，走不动了。那我来喝。你再喝点，别浪费了。喝好，准备走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